家好，我们是二手玫瑰。二手玫瑰的寓意思是一个自嘲的意思，因为刚才说了，当时我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大陆的乐队，包括一些港台的乐队，很大程度上还在拷贝西方的概念。活活的逼成那个杀人，我们活活的逼成那个玩摇滚的，我们。但是我认为过了2000年，我们东方人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上技巧的认知和文化的认知。我们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摇滚乐，但不光是摇滚乐，包括艺术，包括服装。我说这个文化我们早就应该去根源自己了啊。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首玫瑰。中国的摇滚乐，就是中国的摇滚乐。佢有咩吸引啊？另类啦，又特别啦，会俾传统框框限制住啦。不伦不类，不男不女，当时是一种态度吧。最早的这个状态是为了表现，我们不愿意正视一种特别确定的身份，就你一定是个男的或一定是个女的，或者说你一定是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流氓。我认为身份只是一个象征，别人是别人给你的，但你自己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在意。对，我们有一个计划，第三张专辑的名字叫做不是，是一个计划叫做月经计划，不是那个月经，是月之经典，寻找月经，品味月经，也可以作为品经计划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奔，我往哪儿？演出第一次，对，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和微博上，对，做了一点宣传，希望在香港的或者是附近的台那个深圳的、广州的，希望大家来玩。第一次睇嘅，我即刻买咗只 CD， 即刻签名，因为好正。之后出咗咩评论嘅时候，除咗正之外，系。我的前列腺啊，以前我是穿旗袍的，现在发福了，就改成这个将军服了。对，唱法是有一点东北一种曲，有一种戏叫二人转，也是一种地方戏，有一点关旋律上有一点关系。听不到，但是感受到。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《火车回开》，在时间前我说一定要看到香港，看到了一国两制的生活。谢谢你们，最后的歌曲，下次再见。希望大家关注音乐人音乐室网站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关注音乐人音乐室网站，谢谢大家。